小乖狗太可爱了，很有意思，特别乖，怎么回事？小狗子，怎么回事？你看它，它就是咬人，它也是轻轻的，它用鼻子闻人。这狗子啊，它就是有个问题，我就不理解，到处去在地上闻东西，也不知道那干净脏。然后我又抱它呢，我又跟它很亲近，你说这就有多脏吧？这狗子，这小狗子真乖，干嘛？干嘛？这小狗子臭味儿。